篮球是什么？帅气的动作，精彩的扣篮，挥洒的汗水，激烈的对抗。但是今天我们要给你们看到的是篮球人的另一面。这次我们来到《笑傲江湖》，是希望用篮球传递快乐，希望大家喜欢我们今天的表演。耶！有请第一位选手。大家好，袁伟老师好。这是组团来的呀？来做一个自我的介绍吧。三位评委老师，现场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们是来自北京 GS 花式蹦床扣篮表演队。评委老师，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们是来自北京随心而动花式篮球表演队。好，谢谢大家。这个不是一拨人呐，两支队伍。其实我们是个双拼组合。哦，这么回事啊？那这个怎么打篮球的也到我们的舞台来了？啊，因为我们平常老拼凑在一起去参加 CBA 的比赛和一些中国男篮国家的表演赛，所以呢，我们就想把这个节目也带到这个《笑傲江湖》的舞台上来。啊，没听明白啊。说简单了，我们就想着利用篮球给大家带来快乐。哎，好。这篮球啊，这篮球一般的都是一头特别高个的。对对对，我瞧了两头这两位这个头，我觉得我都有可能干这行的。那个在这舞台上有说的有唱的有变有练的，但是打篮球的是头一回来，我们很期待。你们准备好了没？准备好了。好，开始。停，他们就动不了了。哎呀，哎呦，哎呦，哎，
哎呀，嗯，好。这到底是杂技团的还是篮球队的？这是马戏团的，马戏团非常有朝气的一个节目。嗯、哎，我问你们，这些年打篮球得过什么荣誉没有吗？我们队内有一位队员打破世界吉尼斯纪录，从说，打破世界迪斯尼纪录保持者，迪斯尼纪录、啊，他就是。我教给你怎么说啊，打破世界比基尼大赛冠军。到底是迪斯尼还是吉尼斯还是比基尼？打说清楚，是吉尼斯世界纪录保持者，他打破的是美国人创造的30秒钟背后运双球90次，他做了30秒钟100次，打败了美国人。哎、好厉害！哪位啊？是哪位啊？哎呀，哎呦！另外一项呢，就是我们自创的太极篮球。来，我们瞧瞧吧，啊。你们说你们这男孩子天天就在这玩球，你别看还真是玩出点艺术，挺好的。刚才就是我以为他得掉裤衩里边了啊，谁知道了搁后脊梁上了啊。现在这球跟他们已经是、啊、粘在一起。对对对对，嗯啊，真好。这玩意儿好学吗？这个看着挺难的，但是只要三位评委站在我们身边1秒钟，让您变成转球高手。观众们信不信？观众们想不想看？这个我得来。哎，咱们得说好了，我们都玩什么呀？他拿着手机是什么意思？转在手机上是吧？转手机上。您这拿一笔是什么意思？转两只笔上。哦，两个。我怎么着呢？转帽子。给我帽子，让我走啊。幸亏是黑色。那我拿什么转啊？这么拿着吧。准备好了吧？一、二、三。Yeah!
进他们队儿。可以，我们也能参加你们这比基尼什么比赛吗？但我觉得光这么转不过瘾。那还怎样？哎，既然来都来了，哎，我觉得两位男士怎么着也得来个斗牛吧。对。啊。现场一对一斗牛，想不想看一对一对打？等一会儿。来一个。那我这场准得吃亏，因为朋友没事爱打球啊。没有，我真是不会打。没来过。不会打，那我们得有他们。得有人帮忙啊！要不这样，我来定个规则，不管用什么办法，只要把这个球投进了，就算赢。就是行。那行，那咱们比赛正式开始吧。有仨是仨啊。本栏目由大众美酒典范老村长酒欢笑呈现，来杯老村长，江湖闯一闯。那行，那咱们比赛正式开始吧。有仨是仨啊。您手得站这，防守这是篮筐，对，哦，您怎么把手，然后他来攻，走，哇，防守，篮板球，该进攻了，该进攻可以进攻了，好，冯老师可以进攻，冯老师，谢谢您做个解说了，好，对，哇，这球小心拿，不防守了吧，哎，郭老师盖帽了，郭老师盖。哎呦！哎，现在，赶紧开！抱他都行，没问题。来，郭老师站在篮球上开球，中间，哇！换音乐，抱摔，抱没了，换人了，换人了，加油！哎呦我的妈呀！没人防都进不去。侧面投过来，哇！一个球，最后一个球，好，最后一个球，绝杀！进不了，我也进不了，不防守了吧？哎，郭老师，郭老师防守，哎，我们改规则，和平，盖帽，谁先进？和平了，谁先进谁赢，金球制。我觉得这样，那丹丹姐，您作为裁判，您来判个结果吧。我觉得充分展现了他们两个运动白痴的这个天分，没人防，没人拦，都投不进去啊！这就不容易了，这就回来吧。来，谢谢两位，还做决定呢，谢谢。啊，你们还不走啊？该不走了，回去吧。啊、这过不去，这一定是红灯啊！谁让我不痛苦，就是谁不痛快。哎呀呵，累死我了！你们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下边还有什么花活？就是那个晋级了，还对、啊、对，有没有别的？啊、是不是还这个呀？篮球啊，毕竟起源于人家美国，咱中国人玩篮球就应该加入中国的元素进来，就像太极篮球一样，会有京剧篮球啊，或者是等等等等等等。啊，可以，期待一下，来吧。二三。